没事，该走走，该溜溜，胖姐一律不强求。是刚来到舞台上的，来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家来自双阳，我今年25，叫郑可欣，大家都叫我胖姐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个个小伙要求高。你若真心对我好，胖姐和你过到老。因为吧，我感觉我俩的体质有点不合适，他有点超标了，好像是啊。你能不？你都把我灯灭了，你就不能婉转一些吗？我不够旺夫吗？旺夫是挺旺夫，但是我怕到时候娶你的时候我抱不动你。生活一路小坡坡，难免遇到小坎坷。满汉全席也有你不爱吃的，而我只不过是你不爱吃的那道菜。因为长得比我大，看没看下面写着年龄呢？24岁。啊，你多大？我23岁，大一岁。那一排还有没有比他大的了？啊，都在后边呢。灭叉，有点紧张。你还敢说灭叉了？你就说灭对了吧，可别得罪他们呢。你要说灭对了吧，后面那几个就不吱声了。我有个好兄弟看到了你的节目，完了之后吧，说的意思是很看好你，所以说呢，为了兄弟呢，我可以两肋插刀，是吧？朋友惜不可惜，所以说我只能说的含着泪水拱手相让了。他说他下期就给别人来。哎呀，关兄啊，你这智商相当了得呀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14号刚刚站上来。是吗？14号啊，胖姐，我是在外地。恭喜你离开了他，所以我感觉咱俩经历挺像的，我也挺欣赏你的，虽然你就是身体挺单薄的，感觉你穿着和做事讲话就感觉挺喜欢的，我希望你多关注我一下，谢谢。我会关注你的。我觉得似乎已经有一点点共识了哈，来看小虎的第三个短片之后回来做选择。燕子姐，我有话要说啊。首先，先那个和15个女嘉宾说一声，希望15位女嘉宾能给我这次机会。我希望，我特别珍惜，就是说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男人。我希望所有的女嘉宾支持我一下，谢谢。我就感觉站了这些期，我第一次遇到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人。但是你短片说了，说那个不喜欢胖，但是我也不是天生胖的。
我首先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离异的，我没有带孩子。前世500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，你现在站在这里面一直在等，一直没有和别人牵手成功，你就是在等我。我上辈子对你足足回眸了501次，所以说你就是今生就是我的。我们掌声有请出14号胖姐来，有请。